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悟空娱乐，奥特银河格斗正在热播中。赛罗奥特曼作为新生代的大哥哥，经常客串于各位弟弟的剧中。不仅如此，每每也都是稳占 C 位，无论是格斗还是光线技能都非常的出色，获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。不过在银河格斗中，赛罗奥特曼刚一出场就被暗黑超邪黑奥特杀手打入到了黑暗空间，和妹妹格丽乔一起，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能量也被慢慢吸收殆尽，风头都被几位弟弟抢了去。更糟糕的是，在第八话结尾，被奥特超邪利用吸收来的光明之力创造出了黑暗赛罗奥特曼，让原本就吃力的战局变得更加紧张。能量不足的赛罗奥特曼和格丽乔联手都打不过黑暗赛罗，面对实力强悍的奥特杀手，罗伯兄弟也慢慢失去了反抗的能力，被奥特超邪夺走了光之能量。不过很快故事就开始有了转机，先是利布特奥特曼在异空间找到了藏在奥特超邪背后的暗影，就是黑暗托雷加奥特曼，这次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原来是他复活了奥特杀手，并在背后谋划着黑暗军团的事情。不过利布特明显不是托雷加的对手，应该也只是花拳绣腿陪玩而已吧。而几位新世代终于在黑暗的压迫下迸发出了新的战斗力，先是欧布使用萨文和萨罗的亲子之力变身欧布奥特曼智勇形态，艾克斯也开始载入终极萨罗激活终极萨罗装甲，杰德利用萨罗和奥特之父的胶囊变身杰德奥特曼豪勇形态。萨罗奥特曼的意志深深影响了大家，也是萨罗教会银河和维克特利如何战斗的。二人也开始合体变身银河维克特利奥特曼，很快新世代将展开新一轮的反击。剧情发展到这里，不得不说萨罗已经成了人生赢家，新生代的弟弟们都是铁粉，而且和格丽乔妹妹之间看起来也是好事将近。萨罗奥特曼也将在接下来的剧情中收获最新形态黄金无限形态，新生代的格斗战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如果要给格丽乔奥特曼找一个对象的话，除了萨罗之外，你觉得还有谁比较合适呢？赶快在视频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，同时别忘记点赞和关注我们哦，下期节目更精彩，拜拜。